谁不希望自己是聪明的人？谁不希望什么都能一百分？谁会希望自己又呆又傻又愚蠢？谁会愿意听到你真的好笨？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残忍，有些道路没有直通那扇门，有些游戏结果不一定要获胜，有些收获不在终点，只在过程。我们不会心灰意冷，我们会给自己掌声。我不是你想象的笨，我也有我自己的门。其实你不是不能，只是你肯不肯给自己多一个机会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用的人。事情就是这样的残忍，有些道路没有直通那扇门，有些游戏结果不一定要获胜，有些收获不在终点，只在过程。